我觉得最挑战的一场戏应该就是我去救艾伦，因为艾伦他被炸弹给炸伤了，我把他给背出来。全打脸！没问题。放到车上之后，我给他做人工呼吸。第一空包弹，甚至都不知道打空包弹那个声音有多响。他们说你戴一下那个耳塞吧，可能会第一次不太适应。我说行吧，保险起见。后来我就觉得不行，我不应该戴，我应该感受一下。演员需要外界的那种刺激，才能让你觉得更真实。大哥也是为我们这些队员们操碎了心，最后才得以呈现我们在镜头里出现一支非常娴熟的急先锋团队。拍这种动作戏、飞车戏，需要有很大的魄力、忍耐力、挫折、痛苦，你才能熬下来。